我是刚刚列车到那111年，7月7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40站了，40。时间42，分手牌的是北投，看向北投的 C30-028-027 边走。我刚刚想看看我时间了。站停靠，谢谢各位观众，拜拜。开启车门，028027编组的高年选刚刚的时间哈。关闭车门，再见了，拜拜。拜拜，出北投。131次哦，谢谢各位，那下面干嘛咱们多多点不到，就往那边，然后再讲。